Hello， 我是 Lucky。今次要试玩的是马良的新育成系统 Grand Life 大型演唱会啊。咁个人简称做 Idol 杯啦，以翻 Idol 为主嘅。而今次个人是完全未玩过的完全初见啦，所以睇下点玩啦。育成方面，马良用翻我的外马啦 McQueen， 并且是水着版的。而音质方面睇翻呢一度，你见到个上限是有加成的。以翻 speed 为例咧，由原本嘅1200变翻做1600啊！等下先，等我 reset 翻先。从零开始咧咁睇啦，即系本身个上限系解放咗嘅。呢一度五个数值咧，由原本1200变1600啦。跑速方面，其他加翻100、100，跟性加翻300，而智力都系100嘅。即系最正系 speed 方面加成400上限啊，由1200变1600。而再者系用翻唔同嘅因子做计成嘅话咧。即系以翻21、42、3个速六个力嚟睇咧，分别系加翻16嘅上限兼32上限嘅，所以因此之后变相影响翻个上限值啊，一度嚟翻啦。好，今次九速九力咁就去买啦。而编程方面，我系以翻呢、即系 idol 杯嘅 link 出嚟玩翻嘅嚟拣翻嘅，即系呢度四位角色啊，速子啊，同埋。一周年的06啊，加埋一周年唔知几时 event 嘅机械妹啊，加埋新的特满的 friend。OK， 今次特满的友人卡 ，Hello 妹啊，咁啊四张卡都是 connect 嘅，咁 connect 会点系未知住啊？依家可以试一试啦。OK， 育成开始 ，Go Go， 一齐望下今次的 idol 杯系点啦。好，开始啦 ，Winning Life。呢一度開始嗰時嘅 PV 啦，介紹動畫咁啦，即系呢個 idol 杯嘅前置。好，哭咗，贏唔到哭咗啊！而望住呢一幕嘅新友人咧，即系今次以翻 producer 身份嚟做嘅 Hello 妹啊。OK。咁可能见到一啲赢唔到嘅马良啊，即系输咗之后唱唔到 live， 好，所以我咧就 Grand Life 嘅再见计划，再见重建计划，即系我啲前四位就系今次嘅主角啦，可以话系主役啦。好，我想喺呢一个大演唱会咧，将大家联系啊。OK， 叮叮叮。联系8:28呢个 Grand Life。OK， 咁就完晒成个 PV 动画。咁 event 方面都系 skip 咯，假如唔 skip 咧，条片就成个钟以上噶啦。好，可以睇下点玩啦。今次极速开始，咦，因子开始啦 ，dude， 叮叮叮叮叮叮叮，上限，见到上限解放咗嘅。咁第二三次会唔会再解放系未知啊？我谂就唔会咁 O P 住嘅。咦，俾群都转埋喎，变咗 live 演唱会，即系台前嗰个樱花景啊，几正嘅。训练方面系暂时以翻以前个玩法啦。咁计划先出行先，加好调先。好，三星嘅呢个，加翻 speed。睇嚟暫時前面嗰八回合咧，即係新手杯八回合係冇咩變化住啦，我諗就都係以翻基本為主噶啦，升滿基本先。咦，加入翻兩個 member life 期待值。咦，咩事？突然間加翻啲嘢 ，member 加入同埋聽一聽咯，呢個點玩啊？啊，算啦，唔使聽啦，拜。唔使讲绿毛，好睇翻简介先。咁呢个杯赛似乎系四个 life 嘅，有1、2、3、4同埋第五个 grand life 嘅五个演唱会。然后当中嘅育成方面系有 dance 啦，呢个 passion 啦，歌唱力啊 ，visual 呢一啲，同埋体力都有嘅。
我谂系马良本身数值以外嘅一个 live idol 嘅数值啦，五种类嘅，然后友情训练发生时两种会 up 嘅，睇嚟今次以翻友情特训为主，然后集得呢个歌曲嘅时候就有唔同嘅技能获得啦，系嘛？好，好有歌啦，哇！呢啲点拣啊？完全唔识我嚟。扎德时是即时发动的，而 live 之后是多一个发动率 bonus 咁啦。好，试一试先，呢三个扎德可能呢个咯，然系咁扎德先。好，即刻加翻啲能力值，然后就歌曲方面要预约嘅，但系依家系唔够呢个数值住咧，系预约唔到，不如唱下唱歌先，要训练下先。哇，呢个正，三个加翻 dance。咦，佢唔系完全连埋一齐嘅，佢系随机咁系嘛？似乎系随机嘅，啱啱系加翻速度，但系依家加翻个体力啦 ，mental 加翻先，顺便加埋有人卡嘅基本先。OK， 住好调靓嘅，好 ，Yulukonde 出行啦，可以系咪咧？咦，系啦，出行啦。然后再加住先啦，系嘛？再加住先啦，加翻 dance 44啦。正练习上手 ，dance 44又系加翻 dance 嘅呢度，只要加住先，但系咁加落去好似好危险，因为歌方面系完全未够 passion 同埋。vocal 啊 ，visual 都唔够住，好加翻 passion 先，加翻先，咁加落去先有得玩嘅，我谂，哇呢一度歌系仲未唱到啊，歌系未唱到住，因为唔够 visual 咧，同埋睇翻佢呢一啲歌嘅效果系加翻22。见到啦，呢度加翻22嘅 skill point， 同埋 5% 嘅友情训练量啦，而仲会加翻 live 期待度嘅，所以呢一度一定要唱歌啊！下面系有翻一个训练量嘅体力上升度，今日连续 event 嘅 up 都有嘅 support event， 所以都几新鲜啊！呢个位出去街先见人咁，睇出街点先，睇加咩先啊嘛！最大体力值试下睇，加埋满嘅好调几正。体力编程方面唔可以太过刁钻啊，假如唔系个好似咁就偏向翻一边就好难拣噶啦。好，咁前百弯完啦，但呢一度 live 未开始嘅 ，less 都未得住。咁啊 ，keep 翻原本个育成目标。查翻啲布先 ，OK， 然后记者登场，谂呢度开始，咦，补翻体力先，系啦，补翻体力先，呢度够咩啦啩 ？Live 嘅有啦，未有啊，仲争少少啊，第二争个 official， 但我点可以整系嘛？哇，呢个正喎，食过先，加翻啲基本食翻先，哦。咦正喎，啱啱系，哇！又同时训练系会加翻个 visual 嘅喎，同翻新嘅人卡，呢下唔知啊，呢下几正嘅，所以呢一度可以唱歌 ，yes， 可以唱歌啦。我哋唱翻首咩先咧？唱翻首 Win Win 先 ，Win Win， 扎德嚟啦 ，live 期待度，扎德加翻22 point， 咦呢个都扎德可能，扎唔扎好咧？中距离 skill 跟成扎一扎先啦，系咪学晒先啦？哦，但系佢会消费嘅，见到啦，即系啱啱嗰啲 point 咧系消费晒嘅。假如唱歌啊、训练啊、练习呢一啲咧，啲 point 系会冇晒嘅。基础呢个唔要啦，系啦，太多 dance 啦，拾埋先，然后歌都可以照唱啦。训练量 up 加埋得意率 up， 唱埋咯，系嘛 ？mix 冧咗佢先，大期待度，大成功预感 ，let's go。再嚟啊！再唱咯，再学习咯，再嚟咯。
可以无限学噶嘛，咁可以即系用到啲 point 用晒为止，都可以无限学嘅。中距离 skill 系咩先？系随机抽嘅，哇！抽前途洋洋食屎。好，睇翻，然后喺呢个 first life 下面咧，系有个 5% 嘅加成啦，10% 得要率啦，都唔错嘅。咦，系 life 之后，睇翻系 life 之后，即系今次 life 之前系未有呢啲效果嘅。好，咁系出街先，同翻哈罗妹都几唔错喎，唔使系咁跑喎。因为上个杯巅峰杯咧系咁跑，即系跑到想死，整死只马。咁今次系人性化少少啦，再百回合。咁咦，补翻个呢个聪明度加翻 ，yes， 正嘅。哇，今次人权卡喎，呢个今次嘅哈罗妹一定要有喎，几乎。再嚟加翻先，哈罗妹又可以加翻啲新嘅。廿 point 嘅，咦，唔一定有啊，原来唔一定有嘅，衰嘢。呢度加翻速定系咩好咧？速定系睇咧？睇咧睇唔够住啊，加翻睇先。基本都唔算升得慢，练习翻先。目前咁睇法长距离 skill 睇咩嚟先？嗯，追上还好。而歌方面基本上都唱齐歌噶啦。但目前在咁多嘅情况之下，可以照样 up 嘅，照去啦。我哋拣翻个体力先，呢首系咩歌啊？胡马庸，杀得好，大成功预感，超大成功今次。Speed 照去啦，照学啦。喂，正喎，可以系咁学喎，先行照学啦。系咩先行技先？先行 corner 靓嘅，仲有啊 skill point 同埋言。埋呢个跑速啦，仲有岩卡智力，先行先，先行先，先行嘅 cos 正嘅，先行嘅秘诀。好，咁呢一度又可以瞓一瞓觉啦，唞一唞先。仲有五回合，咦，正喎，加翻廿嘅 vocal， 然后下面加翻速定系咩好咧？加翻。咦，呢个唔系速嚟嘅，随机嘅系嘛 ？Fizzle 加翻先，好睇嚟系要跑翻步啦。哇，呢个想要啊，呢个我想要，点算咧？阿二埋先啦，唔理啊。临尾先跑啦，12月尾嗰个希望杯先跑啦，搏埋先，搏埋个 OK， 搏埋先，体力加翻先，正嘅。食饱佢，乜 queen 食肥佢，临尾下要跑步啦，再唔跑会死的。咦，可以唱埋歌喎，唱唔唱埋好咧？唱埋，诶，等下先，我可以叠加嘅，咁唱啦，咁唔理啦，叠加翻先，大成功预感。OK， 由呢一啲技都系照食啦，唔使谂噶啦，学晒啦，学晒啦，跟成学，长距离学，上手 ，OK， 冇啦。咁呢一年唱埋歌就完啦。咦？哦，呢一个系忘记我新嘅跑赛。OK， 都唔使望啦，赢硬噶啦，傻猪。OK， 乜 Queen？ 第二年卡食完啦，成功加翻啲三围咁啦，同 U R A 系差唔多嘅。First Life 开始啦，各位可以唱歌仔咯，正喎。Life 大成功嘅点呢 ？Life bonus 更新 ，OK， 本番开始啦，睇一睇先啦，系啦 ，First Life， 正啊，喺度跳啊，喺度跳舞啊，喺马路喺度跳舞，几正喎、啊，同之前有咩分别？同之前都唔同嘅，呢个系 solo 咁嘅款嘅，啊，变咗系 Old Mark Queen 喺度跳嚟跳去。扎扎跳几正，哇加好多嘢喎、啊，全三围加10，大成功，正啊大成功啊，系啦，佢哋已经识玩噶啦，差唔多，哇50嘅上限 max， 正、啊，呼，好食翻饭先，体力方面唔可以少，然后一曲定系边个好咧？
唱歌定系食嘢咧？唱歌唱 K 啊？加翻哦，先行同埋图领头都唔错嘅。确认 Life Bonus 系加翻啲嘢啦。咁依家多翻个 5% 嘅友情呢个训练量啦，加埋10嘅得意率 up， 同埋 support 连续 event up。咁歌方面系照去啦，照学啦，学翻啲中距离先。中距离同埋跟性照唔照学好呢？照学咯，但系长距离喎，等等先。你又唱一唱歌先，咦正喎、啊、！Passion 照加啦，照去啦。睇嚟今次补赛系完全唔需要跑步咁滞啊！呢嘢好多嘅，拣边个咧？下面啦，是但啦。下肢马良，好呢度开始有啲友情嘅训练量噶啦。依家两边正喎、啊，哦系、啊，因为佢友情训练嗰时咧，即系友情爆发嗰时咧，左右上角呢个啊。爆发嗰时咧系会 double 上升嘅，所以今次系同时加翻个 dance 加埋 focal， 即系变相基本加埋友情训练系好重要啦，基本重要啲啦，毕竟基本越早齐嘅话咧系越易玩啦。亲睦会加翻血先系嘛，冇记错嘅话，第二边加翻根食，然后再哇呢、這个想要25唔系好够，练一练先长距离。睇咩 skill 先，又系呢一招 skill。Life 方面，我哋未有得学住，期待值都系未够高嘅，超低住。咁咩都冇情况之下，出行定咩好咧？出行仲有三次，出埋啦，出埋街啦，睇下点啦。哎呀，克隆妹有啲咩正嘢？唔好怕丑 ，OK， 唔好怕丑。我加65加到满啊，咁正嘅，加好加满喎。然后呢一度都系加两边嘅，其他就基本方面都未系好齐啊。level 3噶啦，咁上去照去咯，反正上限都几高下，照去咯。依家三月前啊，咁练法咧时间系都几易 miss 嘅，近排见三月啦。然后加速，加翻体力先呢度。毕竟系哈罗妹，哈罗妹系正嘅，哈罗妹整个廿 point 嚟咧 ，yes 廿 point 系 passion 嘅。好，继承方面，因子继承会唔会再上下解放咧？系会唔会啦？三个因子，系唔会解放嘅。咦，会解放喎、啊，会再解放喎、啊，即系每一次都会解放喎、啊。因子方面几黐线下喎、啊，哇呢一度。照食啦，虽然平时一定系跑翻呢一个咩月杯噶啦，但今次嘅杯系以翻练习为主，呢一个唔可以 miss 啦。唱翻歌先，连续 event 友情训练量同埋呢一个友情训练量咯，得意率 up 边个好啲咧？友情训练量先咯，呢个加加先咯，顺便加翻期待值先。好，然后啲歌都系照样拣翻啦。打翻抛话先，抛话唔好够，再嚟 speed， speed 可以加，中距离可以加，然都可以加，加翻 speed 先啦 ，speed 一定系最多嘅咧。然后得意率加翻得意率先，再唱歌，好第二首歌，再只系加翻作战先行啦，先行正嘅，先行加翻体力，第二下长距离定系 speed 咧？长距离系。减 mental 啊 ，mental 多啲照减啦，系啦 ，mental 多。第三下唱歌唔够 point， 可以练习啦。哇 ，OK 啊，今次练习几好喎、啊，似翻青春杯玩法喎、啊，即系以翻训练为主咧，个玩法系轻松少少啦。呢一度似乎系要瞓一瞓觉啦，要唞一唞啦。skill 方面想学翻个得意率嘅，其实就所以就先瞓一瞓先呢一度。喂，唔好咁啦，又减衰嘢。咦，连续两下26呢个 point 正嘅，26 54呢 performance 嘅 point 系咁加，系咁加，系咁加。23 22 22哇，好快经已系600噶咯噃，我两张跑卡喺第二年嘅呢个时间经已600速噶咯喎，黐线啊！但 life 得翻两回合，呢一度点都唱歌啦，然后我哋又冇。又唔够 facial 嘅话咧，照跑翻呢个先，系啦，加翻 facial 先。
得翻一回合啦。OK， 即系学翻呢一招得意率 up 先呢一首歌，然后期待值满翻 maximum， 但系成功预感 good 嘅。再即系学埋呢啲啦，加翻体力先。喂，超多速啊，速超多啊，点算咧？跟性体力加翻都有，但系唔够 point。学呢个啦，照学啦，学埋先啦。临尾学埋长距离，照学埋咯。My pace， 临尾学埋 power， 照学啦。好，唱歌呢度都唔细啦，因为都够嘅。目前冇嘢跑，出行留翻两招啦。呢一度换翻气先。好，临尾一下。呢度 passion 正嘅 passion， 咁唔使问啦，学翻先。好，哈罗妹冇啊，死嘢 ！Second life start dog， 去啦，换翻，马上去啦，大成功，唔使望啦，一定赢噶啦，正喎 啊， 啊！睇 live 啊，而家第二次 live， 但冇得玩啊，只可以睇 live 大成功 ，yes， 咁嘅话又加翻唔少嘢。正嘅，三围加翻65嘅 skill point， 好，再新 man 把添，新 man 把两位三位，再 mess 咗啲嘢嘅，然后 life point 更新系更新啲咩咧？哦系啊，我多翻10 point 嘅 10% 嘅友情 up， 20 point 嘅得意率 up 都唔错嘅，呢一度就学下咩好咧？速度系太多啦，依家学翻呢度先，加翻啲体先。OK， 速太多用唔晒。上定下咧，谂一谂先，好似系上面咧，加翻盐嘅。然后速，哇！呢度38、34冇得 miss 啦，系嘛？呢度太劲啦，新卡呢张新卡太劲啦，一张搞掂晒成个咩？吓、啊，超劲喎！张卡好似我一突啫，我一突啫，但系好鬼劲喎！呢、這个 Tachyon 真系速子啊！临尾下系啊，诶冇嘢喎，冇嘢嘅话有冇训练 ？Less 方面学翻友情得意率呢个咧，呢、這个咧学翻呢个先，然后其他尽量以翻多嘅为主。即系越多 performance 嘅 point 咧，就越使晒佢先。咁 balance 翻会好啲嘅。系啦，咁呢一度加翻22速先，太多啦，速太多啦。咁速落去咧系好唔 balance 啊。下面呢度15唔好嘥，16呢个啦。再下面16 speed， 咦？喂，呢个正，加翻20体力。并且系 dance point 正抵玩，最下面未有 point 住，可以投一投先。一系仲有个欲成嘅目标未达成啊，未开始啊。咦正，哈罗妹，即刻上哈罗妹先，好上佢堂啊。第三下加翻个金技，然后咦 less point 可以照学住先嘅 CR2， 系啦 CR2 照学啦，太多啦 CR2。但跟性 up 系冇意思喎，跟性 up， 唉，照去啦，唔谂啊，太多啊 ，speed point 太多，一定要学啊，学翻体力先，然后再体力啦，太多啦，一定系回血咧，我唔使回血，体力啦，太多啦，学晒啲体力先，好，大成功 up， 然后学埋萨斯唔使 speed 啦，加翻 speed。再者呢度系练习篇，边个多啲呢？速度都系比较多嘅，照学埋先，唔使悭啊！体力哇，体力依家唔使住，跑步先，跑一跑先睇下点先。反正呢个数值都唔会输噶啦，一着搞掂，大差，完全唔需要跑步，但系啲数值系劲鬼高。好，目标得翻一turn，要菊花上要跑，所以呢一turn希望可以靓嘅，呢、這个靓嘅，去唔去咧？照去咯，照去咯，友情嘅训练一定要去嘅，廿梯可以加翻嘅，加翻先，
先跑步先。菊花上，上菊花。好，一下赢先，都唔会输啦。OK。个成目标都唔算难搞啊，好快就搞掂噶啦。天王想下个年，所以今年可以狂操下嘅。但呢个位训练量唔系好靓啊，呢个情况个人建议就跑一步先啦，唔系唔够 fans 数。好，跑翻呢步先，加翻 fans。即系基本嘅30000 fans 一定要啦。呢、这个杯赛嘅话26，好唔使问啦，去先。然后 Hello 妹，唔该唔该唔该，加翻20 point。唉，冇啊，衰鬼。最下面呢度，哇呢度24，但系冇意思跟剩。下弯 life， 咁呢一回合，算啦，呢下瞓一瞓先啦。OK， 唞唞先。由呢一弯就要唱歌啦，开 live 噶啦！哇，34、30、30呢下一唔到啦，呢一定要去啦，讲真，呢下一定要去噶啦，唔使谂，谂住跑一跑咁样有马纪念，都唔跑啦，直去先。Hello 妹，正廿 point 又加翻，哇，今次人权卡 Hello 妹，睇嚟要抽第二个井咯，黐线。Less 方面唔使跑住，咦，今次唔乜票。听先，唔一票，唔一票。诶，唔系喎，呢首唔知咩歌。好，第三个 life 搞掂，大成功，轻松大成功。三 life 终了，又加翻唔少嘢，全部大成功啊，正啊！我第一次玩已经上手啊，好劲啊，系嘛？好，加翻咩好咧？全三围定系 skill point 啦。因为今次系跑唔够数啊，惊唔够 skill point。呢个都唔错，跑翻呢个定系呢个咧？跑翻呢个啦，加翻睇先。OK， 四力嘅咩啦？四力嘅设施，好靓嘅。呢度唔够，唔系好够啊。我哋可以先可学习先，睇嚟系完全满嘅，唔使理啦。学呢个啦 ，balance 翻先 ，skill 唔使学住。跟性24、30太多 ，speed 啦，太多啦，可学先。唱歌方面唱边首好呢？以翻多嘅位，因为 10% 喎呢个 10% 咁多一定要唱啦，系嘛？开个唱正。10% 咁多，照唱先。然后24呢个咧，太多啦。再者24呢个咧，即系以翻多嘅优先啊，都唔睇咩啦。5%， 学唔学咧？照学好唔好咧？照学啦，呢度照学啦。学埋呢首歌先。最下面技术 skill point 学埋。呢次系冇啦，冇就要跑翻步啦。好，跑翻个钟距离先。呢个系 America GG， 唔系 HCC 啊 ，America GC。OK， 跑翻个步先，加翻啲 fans 数先。再下面唔错喎，两边都唔错，呢个唔错啲。即刻学翻先，友情训练。加翻 double， 靓嘅，集中力靓嘅，30，唔使望啦，30加埋 Hello 妹一定要去啦呢啲，咁波咯，咁波咯，去啦去啦，快啲 ，Hello 妹，哎呀冇 Hello 妹啊，呢下衰啊，好又系冇特训嘅，学翻啲普通嘢咁啦，大镬 mental 唔够添 ，mental 唔够，唯有学翻呢一招。照去啦，唔谂啦 ，mess 啦 ，OK 大成功。咁嘅话，诶，仲有回体添，呢下正喎，可以回体。咁就回埋佢啦，反正有多嘅呢个 focal。加咩好咧？抛画体力又回体可以，
再回睇咯，回翻满佢咯，再回睇，然后下面再加翻 power 咯 ，power 照加。佢后期第三年开始啲 point 系越嚟越多啦，即系消费方面啊，所以系劲快消晒啲 point， 你见到。第三下仲揸首歌，咦唔系我 max 咗咯，已经我 max 咗咯。好咁嘅话，友情得分系唔够，唯有跑步先啦，跑呢个啦。金虎上啦，目前的 status 都不错嘅，依家系八百几速同埋七百几体都不错。哇 ，U R A 三咁就加翻啲速都不错。咁这剂最好调正。哇，呢一刻竟然系就嚟 S 嘅跑啦！哇 ，S 跑但系十八唔。十八唔够啊，唔够回哦、啊，劲惊炒啊！十八率又学唔到嘢，呢下衰呢下真系衰。劲想训练，但系依家冇睇啊，唯有出街啦，出埋先啦。再唔出系唔使出噶啦。出街啱啱加几多啊？啱啱加翻48体，最好掉13嘅根性。OK。睇埋天王上春先，因为个人系满晒睇都够做啦，一定。大差轻松，我今次玉成系轻松好多，易翻好多。然后补充纪念，有冇正嘢？有嘅，靓嘅呢下，有黑龙妹加埋新嘅外出妹。唔该唔该唔该，啊冇啊，有冇啊？黑龙妹有冇啊？冇啊！黑龙妹，啱啱系咩嚟啊？唔知咩嚟啊！黑龙妹再嚟再上，唔谂啦！见到黑龙妹即刻，竟然系1000速啦。O K， 睇嚟1600速都系唔难噶。哇！又黑龙妹又系速子，呢一度44体，但系黑龙妹优先系嘛？边个优先咧？哇！两个都想食、啊，两边都唔错，两边都。但考虑翻平衡度咧，应该就系呢度嘅。好，体力回一回先。OK， 然后就学翻啲歌先啦。难得有 point， 呢一度睇有冇机会学翻啲回复体力啦。嘥个盐先。mental point 比较多。哇，冇得回血啊！呢下衰啊，再嘥有冇回血啊？都冇啊，抽唔到回血，再嘥啦，唯有试下另一个抽蛋杯啊！体力有，但系唔够 mental 啊！呢下衰，但系有 power 照学啦，好冇？照学啦，毕竟 power 太多，学埋先。再下面系 stamina power speed stamina 啦。注意平衡翻个数字系啱嘅。好，呢下跑翻个补充纪念，应该都唔会输噶啦。毕竟呢个数值都好难输，我谂。上半年竟然系呢个数值，最第一次玩低 B， 劲鬼癫喎！呢个杯赛通胀系超级大。好，第四个 live 换翻去啦。好，咁就下分啦。下分方面更新咗，30得月率，哇，点算呢？我劲惊系会咁啊！低 B， 我33失败率，我点敢搏啊？傻咗咩？唉，想死，瞓一瞓先，唯有冇办法，呢下真冇办法。好，玩水枪，加翻廿炮话，左定右，读书算啦，读书啦，加翻智力啦，因为啲 point 唔够平衡啊。好，呢度可以唱下歌仔嘅，加翻咩好呢？因为临尾个人认为加翻呢个 support 嘅连续 event 系唔多有意思噶啦，毕竟 last 一年啦，所以加翻呢个似乎好啲。好，加翻低月率先。power 加3，然后35加翻40体力，啱满体啊，
都 OK 嘅，照跑翻先。正，又系克罗妹，克罗妹唔该你，加翻啲 point 唔该，冇加 point 到，衰妹。再嚟呢边，呢边都还好啫喎，十二唔系好多，佢成分练唔算好多，过嚟跑跑步先。Oh come on， 跑跑先，赚翻啲 skill point。Life 方面仲有五回合，哇，仲争，哇，未够 point 大成功，我劲惊我依家。哇，啲训练好差下，我越嚟越惊添。点算呢？但玉成呢日可以加上限喎，点解呢？照去啦，照玉成翻先啦。毕竟冇得拣啦，照去先。OK， level 快啦。咦，依家先开始啊？哇，依家先开始有个速子嘅 event 啊，会唔会太迟呢？哇，腰肢嘅速度，基本上腰肢啦，你可以见证呢一幕啊！突破数值嘅呢一幕，二千上翻二千零五啦。然后 skill point 方面，先跑步先，先跑步先，冇急住。好，先行。搞掂，哇！加翻一嘅上限，正。第二下，22都唔错喎，可以照去喎呢度。再三回合照去翻先，照去啦，冇谂。然后哇，呢个拣咩啊？边识拣啊？拣个速子定系拣翻菲菲咧？菲菲咧？今次 idol 杯菲菲。哇，呢个想要，呢个想要，呢个想要，呢个劲想要。放心，我哋有睇回嘅，回翻睇先，回翻试下睇，然后学翻咩技好咧？四廿二、廿二、廿一、三廿二呢个啦，呢个啦，因为呢个系啲 point 系稳阵啲。再嚟跟剩廿四、廿四、十四，学呢个先啦，长距离先啦 ，point 够多，然后廿四、廿二、十二、十二。跟性先啦，比较多 point， 仲有冇歌啊？有歌啦，有歌啦，加翻 power 呢个唔错，加翻 power 先 ，power 唔好够，然后 mass 翻，正嘅 mass 翻大成功，咁就舒翻口气啦，可以 skill point 照学埋，定系学呢个先？体力 point 照学啦，唔使问，照学。最下面唱歌就全部都友情加翻嘅，照学埋定系算得唔学住啦？反正依家够 point 住，学翻呢度先，加翻上限先。哇！上限之后千二就系千三速噶啦，再上限可以啊，可以再上限。但上限之后见到嗰、那个即系成长率系减低咗嘅。即本身系应该唔咁低啦，十六咁少，本身冇咁低嘅，应该就，但系似乎系上限开放之后咧，变低咗啊！呢个成长率，照去先。OK， 加翻廿 point， 正嘅，全部加十，然后新歌，仲有 Christmas 加翻，哇十四，呢边冇多，哎呀差啲忘记啊！临尾去翻呢个先，有人嘅 last event， 好，临尾一下加翻四十八加六同埋金技，正嘅，嚟啦，大演唱会开始啦 ，grand live， 正喎、哦，要唱歌仔啦，临尾下点好呢？但目前都够嘅 ，speed 都唔使加住啦嘛，系先得咁过啦，求其啦，因为都 last 啦，咦？体力方面，我似乎够唔使学住 power， 照去啦，换翻临尾 ，Grand Life 嚟啦 ，On Stage 8，OK， 咁听完啦，呢、這个 Ghost Legend 大成功，搞掂大成功 ，Very good， 又加翻啲咩咧？加翻七，哇，之后加翻七啊，减半咗啊！即其他加翻十五，即未满翻上限，我啲加翻十五，但系满咗上限嘅 speed 系加翻七，
所以呢一度系少咗嘅见到。好 ，Grand Lab 结束终了，然后 UA Finals 正，哇加翻好多，有成分连量加65，黐线呢边。然后呢度可以留翻先嘅，临尾先学咯。呢度学翻啦，既然可以学嘅话，学埋先。临尾 UA 啦。因为 A 都可以随便跑咯，呢个数值嘅话随便跑咯，可以我谂轻松嚟咯。好，全部减半啊，升满咗上限之后，疯狂减半，22都减半咗，照去埋啦。OK， 照去埋先，两个 UG 嘅体力加埋速度，超正。好，跑埋先，准决赛。OK， 跑埋之后又系减半咗啦。正式系上完上限之后咧，一定减半嘅。14呢度系20，20、14、8。学翻啲嘢先，临尾都学埋啦。体力学唔好咧，唔嘅话就唔使学体力，6% 都唔算低。学其他啦，学其他啦，抛画学埋先。然后中间体力，先行技啊，先行技加二体力同埋速度，先行技咯，可学睇下咩先。先行技系先行直线加二 ，OK 嘅。体力加翻20，长距离体力加翻20，长距离 skill 啦，长距离 skill 啦，学晒先。哇，就嚟冇 point 啦，点算咧？啲 point 就用晒啦。22、24学埋先，劲鬼惊学唔到啊！依家24仲有机会嘅，学埋呢边先。系啦，全部学晒佢，将啲 point 用尽先系今次嘅王道啊！跟性学埋佢先。得翻咁多 point， 跟性呢度可以学埋佢，学埋佢先。炮话跟性再嚟，仲有冇啊？12先行学埋佢先。仲有噶，仲有噶，未输啊，输咗啦，学唔到嘢啦，哎呀，输咗啦，冇啦，系咁多啦。所以临尾就两个 UG 学埋呢一个，训练埋呢下完啦。好。OK， 训练埋长距离 corner， 搞掂。临尾 finals 嘅决赛，跑埋就完噶啦，我谂。好，上限加半，有成记者乜都搞唔到。然后 Hello 妹加啲咩俾我咧？加唔少喎、速度兼咩呀？睇唔切。哇，全部减半，劲鬼衰。好 ，skill 方面系2000 point， 学翻 skill 先。临尾见到阿新金记嘅，想同你一齐赢啊！睇切梯，学翻先。OK， 最尾技能大致系咁啦，学翻啲长距离兼且系金记先行技咁，睇下可以咩分数啦。第一次玩呢个 idol 杯。睇下最尾点啦，最尾系1300嘅 UF 嘅跑，加埋1200嘅 UG3 嘅体力，其他系 A 级而已。睇下最尾点啦，临尾肉成完了，肉成完了之后 SS 加嘅，第一次肉成竟然系 SS 加啊！好，因子方面系，呢个系咩因子嚟呢 s p e e d 加跟性因子 ，OK， 咦，因子再获得可能呢度，大家见唔见到？可以用30嘅体力嚟换个因子再获得、哦，哇！呢、這个可以拆因子爆多、哦，呢、這个正、哦，拆一拆先，免费获因子啊，咁正啊，哇！哦，一次而已，一次啫，一次啫，系啦，一次啫。咦，仲可以自己拣翻添，唔知之后 U R A 有冇咧？有嘅话都几唔错啊，可以自己拣翻因子嘅。变相育成方面，拆因子方面都会易啲啦。因子确定，是但啦。反正都系冇三星因子。OK， 咁阿 Queen 嘅两个 UG 第一次育成班 idol 杯就咁完成咗啦。个人认为育成体验方面系开心嘅、舒服嘅。
毕竟成个育成的重心以翻训练为主啦，所以衰时方面不算太耐，复杂程度都不算很高。毕竟玩下玩下都易上手的，最正是不用咩啊，不用跑步啊，不用比赛啊，真系唔似翻巅峰杯系跑到成四廿几五廿场咧，只马就嚟癫噶啦。所以今次玉成系人性化翻好多啦。虽然跑步少咗，玉成嘅 skill point 方面系少啲，毕竟最尾系跑咗十四战而已，十四战十四胜系超少嘅 ，fans 都唔够32万啦。所以 skill 方面要谂一谂。但玉成嘅数值方面系好易上嘅，毕竟今次两张速卡兼两张心卡咧，竟然系 UG 加 UF 噶啦，所以之后调整翻啲编程卡，我谂都系好易上翻 UG 嘅。最正系新嘅友人卡啦，呢一张一定要有啊！超劲马咧嘅满咧 Hello 妹喺呢位之下，玉成方面系易翻好多啦。好，咁今次玉成试玩就到呢一度先，竟然系个人历史第一位嘅更新咗添 SS 加。因为长距离乜 Queen 咧系劲难上 SS 加嘅，毕竟上一次嘅巅峰杯系火翻英里呢一啲啊，同埋以翻跑速为成长率而加翻嘅马量啦，所以好似乜 Queen 呢啲拎翻长距离嘅角色系好难上嘅，但系估唔到今次新杯赛系可以一踢上到 SS 加都开心嘅，所以毫无疑问新杯赛系啱翻长距离玉成啦，目前玩落之后个人系给予高评价嘅。睇嚟仓库入边马棚入边嘅长距离嘅马粮咧，终于可以用翻玉成翻啦。OK， 咁今次甜片就到呢一度先，最甜片嘅希望俾你同埋订阅我啦。我哋下甜片再见，拜拜。